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盘势。那照例先来看美股，美股就跌的幅度很大。那首先道琼是一根小黑 K 啊，上影线到这边呢、啊，卖压很重，所以说你看上影线横过来这边头部啊，道琼、纳斯达啊一根长黑 K， 那费半也是一根黑 K， 那 S&P。也是一根带上影线的黑 K， 我们只能跟你讲说这个是什么线型呢？啊，其他不能讲了，因为这个工会不准我们讲外国股票，所以说你线型大概看应该就知道这是什么态势。那我们看个股，那苹果呢是上涨，微软下跌 ，Meta 黑 K 下跌。Google 上涨啊，上影线到这边，NVIDIA 长黑，那特斯拉继续跌，那 Intel 一根长黑 K， 啊 AMD 上影线从这边开始黑 K。所以说是美股，那今天呢？今天早盘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听到日经啊，日经下跌1000点，所以说我们特别来看一下日经的线图啊，这边一个跳空，然后黑 K， 然后有下影线。那看了日本呢，顺便看一下韩国到目前到中午为止是一根黑 K。啊、基本上一个头、两个头、三个头，韩国，所以说这是美股跟亚洲股市的情形。那我们看台股基本上就是上周五一根黑 K 下来啊，在黑 K 的下影线的范围，一根小红 K， 而且量缩，因为上周五这个量真的很大，是近期的最大量，啊，今天是。量缩下跌，那基本上整个趋势仍然是上涨啊，整个趋势仍然是上涨。那从周线来看的话，应该算是这根 K 线应该可能算是高档长红啊，所以可能是相对高点。所以说加权指数，那我们看加权指数今天虽然是下跌59点呢。啊，台积电这一档呢，就贡献了147点呢。然后前面这十几个全职股呢，加起来是下跌121点，所以说表示说其他股票加起来是上涨了70几点呢。那我们看是哪些股票涨啊？我们先看台积电的这个 ADR 的线图 ，ADR 的线图也是上影线黑 K， 这是反压重啊，反压重。那台积电今天的股价呢是跳空往下跌，是一根十字线，但是基本上这个目前来看这个趋势是往上走，趋势是往上走，它如果说续跌的话，那么这个趋势大概才会往下翻，但是虽然跌归跌，这个趋势还是走啊，往上走啊，但是最高点在这边，看未来过得了过不了。那我们看今天是哪些类股涨啊，金融续涨，但是金融这边有个隐忧，上影线量缩，就跟的人比较少了，而且上面有卖压卖下来，所以才留上影线，但是基本上趋势仍然是往上走啊，只不过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最高点，那后面看了才知道、啊、金融，那不含金融电子就是所谓的传产，今天是红 K 往上弹，但是基本上它目前看来还是一个下跌趋势啊，还是一个下跌趋势，这个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反弹呢、啊、还不构成回升呢、啊、那电子类股呢，电子类股往下跳空十字线量缩，那电子类股里面呢又分三大类，大类的是半导体、电子零件跟电脑周边，那半导体类股呢跳空往下跌啊，十字线这半导体类股往下跌了，
那我们上周五看到半导体类股里面有个磊晶制造，这整个产业看起来不错，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追啊，这个做磊晶的这几档，就到底可不可以追啊？大概六档啊，3016继续跳空往上涨停一档，那台盛科呢就跌了，那环球金还往上涨，但是留上影线，留上影线，而且今天的量比昨天少很多，但基本上这个趋势还是往上走啊，往上走。那汉磊3707也是跳空往上涨，但是冒量出来了，而且带上影线，所以中美金上影线，这两天上影线，然后黑 K 带平盘左右，那合金也是下跌。所以说从这个磊晶制造来看的话，只有一两档 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但是其他都是高档有反压的情形的。所以说而且你要做这一类股的股票，六档你怎么挑？你要真的要会挑才行啊，才能挑到那个涨停板那档啊，要不然其他都是上影线或是黑 K 啊，一不小心哦，隔天就套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以我们的角度啊，我们是不去追这些股票，不去追这些股票，因为它之前这个跌，你看从周线来看，都跌得很惨呐、啊。哦，中美金还好，那合金也不行了，合金也不行，然后中美金。汉磊，你看周线来看都是上涨反压很重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观察而已，纯观察。那我们看其他股票，其他类股啊，那电子零件上涨，那基本上它这个目前来看的话，这个趋势还没整个往下翻，只不过上涨之后回档两根呢。那目前来看的话，这个电子零件应该是还算好啊，还算好。那电脑周边呢？电脑周边今天就反弹，然后上影线到这边了，吓死人了，真是。所以说，还有哪一个？光电类股也是反弹。那通信网络也反弹。那电子通路呢？续跌。所以你看这些类股啊，大部分是反弹，就说前面已经跌了两天了，你看跌了两天再往上走，跌了两天往上出现红 K， 还有下跌一段出现红 K， 下跌红 K， 然后这个就是续跌。所以说面对这样的行情你要怎么做？它下跌之后。今天还续跌的，如果说你是高档没出的话，高档没出基本上操作上，除非你是做长线的、啊，长线你就看长线指标，但基本上我们这边就看日线，你做长线大概可能要看到周线。那我们以日线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持续下跌的，你在高档没有出的话，这么低档这边，你就是要找适当的点，就是把这个有下跌风险的股票你要做适当的处理。那么已经下跌后来今天是红 K 反弹的这种，基本上反弹就是看第一个，就是说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回升，它是回升的话，那底打得够好够漂亮做多，如果说它只是下跌然后弹一天就没了又重新往下弯，等机会做空。所以说今天这些电子类股、哦、这些红 K 出现红 K 的这些股票，基本上都是要等了、啊、等它到底是打底再往上走，还是反弹一天又往下弯。所以说大概明天后天大概就是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说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怎么讲，机会啊机会啊
你在高档这边啊没有卖，那反弹的时候啊你要找机会卖，或者在高档的时候你没有空，下跌反弹的时候找机会空。你看下跌反弹再重新跌的时候空它，你看这边又反弹，这边反弹，你看光电类股啊，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，那这根红 K 看它能走多远呢、啊？能走多远呢、啊？如果说越接近这边呢、啊，越接近这个高点的时候出现弱势，那么应该就是卖股票的时机点了、啊。卖股票的时机点，基本上它这边有个颈线撑着。那电脑周边，电脑周边这边有个高点，这边有个高点，那一根红 K。红 K 出来，红 K 出来，如果说明天就一根黑 K 的话，那破底的时候就是卖股票的时机点。如果说它继续往上弹，那不过这边又重新往下弯，那么就是再一次卖股票的时机点。所以说今天这根红 K 啊，这边这个红 K 提供了很多机会啊，你之前没卖的、没空的，这个红 K 出来都是又一次的机会啊，又一次的机会啊。那我们今天空单都补掉了，为什么补？为什么补？因为往上走的话，一定还有更多标的可以选呢、啊。那我们273元空的清晨273，今天265回补了，加减赚啊，有赚就好啊。那 CDKY。400块空的，400块空的，今天399够补手续费就回来了，就补掉了。那四季钢啊，四季钢就是有点早啊，但千金难买早知道，22元空的，今天238就补了。所以说这个回补的这三档加起来大概赚十几块赚的，刚好来补这个亏的啊。这个154是空的，今天163补啊，所以这个就亏了八九块，但是 net 加起来，净的加起来，你赚的跟亏的加起来还是正的，只不过就这个点不是很漂亮。就是说什么叫做风险呢？不确定性就是风险呢。当你股票亏很多的时候，你会想，为什么我少亏，亏的比较少的时候，我没有把它平掉，没有卖掉。你亏的少的时候，你会就想说，我刚好打平的时候，为什么没出场？你打平的时候，你会想，为什么小赚的时候没出场？所以说这样子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一直往下拖啊，就流来流去，流成仇啊。所以说，股票市场随时有机会，有不确定性就出场。你做十次交易啊，只有五次赚钱，那另外那五次呢，你把亏损控制到极小的幅度，那么那五次就算十次里面只算五次，仍然是有办法赚的饱饱饱。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持续报告。金融限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
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SBN 财经台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觉得有些人做股票哈，就是一档股票一档股票，它分开来看，赚钱的呢，也许有好价钱就会卖了；亏钱的呢，一定要等到回本，亏本就舍不得卖。那这个样子呢，你会让说，会让那些万一的股票是那种一去不回头的，一去不回头的，你要抱到什么时候？所以说你应该是怎么讲，是以投资组合的角度来看你手中的持股啊。因为你选股不可能每次都对，每次不可能每次都对，每次都对。所以说一定要是一个组合，那组合你也不能说开到杂货店开了十几二十档啊，就是选个你可以来顾得来的，选个五档六档四五档，然后呢一个波段一个波段来做。然后呢，万一有不对的话，这个赚的补这个亏的，啊，如果说你不用投资组合来看的话，你那个亏损的股票，你怎么舍得砍下去啊？但是你不砍下去，它万一一去不回头，那你怎么办？不是资金永远掉在那边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些个股啊，来看一些个股，我们持续在追这些股票啊，2421建准。他今天是量缩一个小红 K 在上影线，基本上这档目前来看仍然是跌势啊，仍然是跌势。所以说目前是跌势的话，你有这个多单，你要嘛就是早点卖掉，要嘛就等反弹。那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角度来看，来讲好了，就说这档我们要怎么做。它目前是跌势，我们没有空在起跌点，没有卖在起跌点，跌势的股票我们不追空。所以说它如果继续往下走的话，我们就任由它走，但是它有反弹的话，反弹找高点，打底的话找买点。所以说这是我们对建准目前的看法。那广达，这广达、伟创、技嘉这三档一起看，还有哪档？对，基本上目前来看的话，这是一个下跌之后的反弹。那伟创呢，也是下跌之后的反弹，技嘉也是下跌之后的反弹。那如果说它这样子是继续往上涨的话，我们就等它，我们不做动作。基本上我们也不会买多单，因为反压在这边呢。你看广达反压在这个跳空缺口这边啊，伟创呢今天长上影线横过来反压在这里，技嘉长上影线，你看这个上游反压，这个我们不会做多，那打底也打得不够，看起来是反弹，所以说这个不会做多啊。空呢，它目前还红 K 往上走，也不会空它。红 K 往上走也不会空它。啊，什么时候空它呢？它如果说在这边不过这个高点的时候，慢慢慢慢形成一个头部反转，那么广达、伟创、技嘉都是可以准备龙卷卖出的标的啊。但是如果说你是有多单的人啊，
你有多单的人，你这个高点没有跑，现在又来到接近这个高点，这是你第二次机会啊，这是你第二次机会啊。如果说它这个后面再向下跌反弹之后又重新跌的话，再来一段这样幅度的走势的话，那么你的多单就错失这个反弹高点的卖点了。所以说有多单你要找机会卖，空手找机会空。那如果要买呢，如果要进多单呢，它这个底打得不稳，还不适合。所以说大概就是广达、技嘉、伟创这三个也是一起看。那智源呢，智源目前仍然是跌势。所以说跌势的股票哦，没有空在这里，跌势的股票不追空。那找其他高的股票来控。但是你有多单怎么办？有多单的话，我今天看一个是一根十字线呢，看它有没有机会做反弹。有反弹的话，那么就是像这边这个样子，反弹的高点出。你看，就算你在这边买，你买在这边，那你在这边你卖跟不卖，你买在这里的都是亏损了。你卖的话，在这边卖的话，往下你少亏这一段。啊，你不卖的话，你本来亏这一段，然后亏损减少，那亏损又增加。所以啊，台光电目前三个底在这边呢，三个底在这边又出现一根红 K， 所以说这个也是不能做空啊，这个不能做空啊。那你多单呢？多单你就看这个底撑得住撑不住，撑不住的话你就要跑。那他如果说往上再来到这个三个高点这个附近呢，如果说你有多单是在比目前收盘价位高，他慢慢跑到这个三个价位的话，那你应该是可以解套。他往上跑，那继续往上跑你就抱着啊，你想做空这也不能做空，一定要等它在这个压力区出现反转信号，那个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空。所以说这档仍然是观望。那文业一个头、两个头、三个头，空单没有下在这三个头啊，目前是跌势进行中，也不好追空。那你有多单的话，这个颈线破的，你这个多单最好还是要处理啊。那如果说它反弹的话，反弹这个附近到这个附近到反压，跟其他股票一样，有反弹到反压又重新往下弯，那是空单进场的时机点。文业，那英业达一个头、两个头、三个头，颈线这边撑着，所以目前看它是破颈线还是反弹，还是会回升过这个高点。那这个805是安国啊，安国这个图跟这个智源差不多啊，下跌反弹又重新大跌，下跌反弹又重新跌，所以说这种反弹之后又重新跌，你看不跟之前我们在等这个啊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广达、伟创、技嘉下跌反弹。不跟这个智源下跌反弹，还有这个安国下跌反弹又重新跌，所以说广达、伟创、技嘉我们就等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走势。那星星反弹了，所以这个反弹呢，看它这个底打得如何啊，底打得好往上就做多，底打得不好是直接蹦上来，碰到反压万一又往下翻的话做空。那如果说你有股票套牢在这边啊，你要利用这个反弹跑啊，你不用反弹跑的话，就跟这个一样啊，本来亏损减少了啊，没有回本，继续等，结果越等啊亏越多。所以星星，那这种是跌势进行中啊，仍然在跌啊，没有空在高点，就低档就不追空了。但是你有多单。看看吧，看这边这个点撑得住撑不住。
那材料 KY 也是红 K， 几乎都是反弹的股票啊。M 三一反弹啊，这个华通要等了，它大概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我们看秦晨也是有反弹的可能性呢、啊，低档一根红 K 的。那 CDKY， 你看反压在这边，红 K， 弹不上去就是空啊，这个弹不上去是空啊，它反压很多啊，反压很多。那么还有世纪钢，四电，你看四电、中心电、华晨，这个走势是一致啊。目前还是跌势之中啊，看它会不会弹了、啊。那玉龙，你看它这个颈线破了，跌多深呢、啊？所以说你下跌反弹又重新往下破底的股票啊，你千万不能留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 Line@ 接收第一手讯息。那祝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